也向台灣泰國有300萬人北約，為到屯民眾天數來引地入去，同時其建議屯軍民健康署、韓國防護部也都單位合作，期盼呢2024加人就贏的比賽，所以幾月5日都唔北約，就有機會儲到300萬元的獎金，鼓勵全民前去貢獻資助金。明年陈汉典警告 cosplay 扮作上班族爱上演，用通感嘅巧合赋予全民体验，佯装抗险。结果民抗险署嘅统计，民国86年最终沿海防制度检，对某2人就有1人博言，一直到9年调查，为特殊3人将有1人博言。每年真希望透过判罚通，想到民众来戒烟。我们这个万众一心快乐戒烟是5月。5月也是所谓的母亲月，怎么样透过一个戒烟来表达对自己母亲真正的祝福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这个 timing 最好的一个时间点。法务部每同各机电出10公人来判戒烟法通的效果，对2022年都检已经成功天数7696人使用烟戒烟。今年还能从充电、表头矫正机关人员的抗烟情形，特别加设了6万人的专属奖项，鼓励几乎同意自家做起事，强打出无烟反击。因为发现我们街舞同仁确实他们压力很重，那很多人呢、也都有烟瘾。都戒烟，我们觉得你要教导我们的同学教化人员应该本身要以身作则。我们知道吸烟其实不是自己的健康有危害，其实对于家人的健康也是会有危害，因为会吸到二手烟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监所里面会强力的去宣导收容人要戒烟，那透过有一些奖励给他们维持长期的不吸烟的习惯。董事局员方面提供戒烟的铺书，将会沉浸下头去来帮助稳定心情，使避冷水来控制自家想博烟的感觉，需要统统来转移注意力，也是冲牙齿洗面，本自家较谨慎。还讲有戒烟需求，民众要做得到，唔是前的戒烟专线，要请专门的医疗门诊来投诉。好，新闻王英切，实习记者张飞贤，台北报道。